大力出一击。我们来到了新加坡赤马路，我背后是一个印度的神庙，这里有很多的人。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们就会看到著名的赤马路观音庙。然后赤马路观音庙门口现在聚集了很多人，一会儿我们再到观音庙里面为各位拍摄。就是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个队伍排得很长，大概要排一个小时，甚至更久。我们各位是到前面要绕三圈。这边就是刚才我们拍的这个印度寺庙，然后印度的寺庙过来，我们慢慢开始拍摄。现在是腊月初一的早上10:30，估计我们10点左右才可以进到观音庙。现在我们看到前面几个人机就会在卖香卖花，然后我们走过了一圈，都看起来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，但是这边绕了足足2圈。看到下面的脚印，我这里走得慢一点，前面还是在排队，还有2圈要排。